请收看慧律法师佛学讲座。修行佛道的人，你要一定要记住无争，还有很重要的心要柔和，要尽量的宽恕众生，忍辱，这个忍辱一定要通达空性跟无相，否则忍不下来。那么这些肉类的众生我们还没有编入在里面啊，肉类的众生像藏通别言，我们还不够资格，我们连肉类的众生的机会都没有，我们连编进去这个要排到最后面都没有机会。劣根是指正阿罗汉国，叫做劣根啊，劣根是指正小圣国的，正阿罗汉国的啊，这些修小圣的，那我们呢现在连劣进去名单都没有。我们不是差，是烂，差是还有比较之下的一个程度，叫做差。我们是烂，乐暗烂，是身烂，烂就是连比较都没有。我们这种根器啊，不是差啊，是很烂。哎，钱为食，钱为食而食啊，所以钱呢、啊、是为食而食。狗不为食，则犬无所食。如果不是为了食教，那么这犬教就没有什么意义。无所食就是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哎，你不为了食教，你是为了不是为了直唱佛陀的本怀究竟指挥佛陀的大波涅盘思想，那你这些犬脚方便做什么？达不到目的嘛，对不对？比如说你要引诱你这个儿子要念书。那么你每天都拿钱给他，拿钱给他，你本来是说希望他学好的啊，拿钱给他方便开，哎，结果呢，他拿钱打电动玩具，那你达不到你的目的，你这个钱的这个政策就要改变了，对孩子的教育政策就要改变了，对不对？啊，就变成怎么样子，宠坏了，啊，每次都拿钱给他啊，你考一次好好的多炒钱啊，买个洋娃娃给你，变成说。他有一点成就，他就要向你要东西了。而久而久之就变成你不给他，他就说父母不打妄语了，打妄语了。所以说，你实在的道理是要鼓励他，结果这个小孩子他误解你了，所以你这个政策，你这个方法就是错误的，啊，就是错误的。这个就果不为食，这全无所事，啊，哎，况以佛性，无非是食。佛心当然没有一样不是真实的，所以说全含于实，全教真的是含在实教当中。根基既然纯熟，就开这个三钱，莫非真实。所以开这个三钱啊，莫非真实。好，诸位，你看二十八页，二十八页的化法四教，你看中间这个藏通别圆，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一刚开始藏教是小圣的。通教是通小圣通大圣，通教的旁边就把它写两个字，如同桥梁把它贯通啊，这根气慢慢的成熟，通教如同桥梁，通左边，通右边，通小圣通大圣，如同桥梁啊。别教这只有讲大圣法啊，圆教就是讲圆顿法。好了，他现在意思就是说藏通别都是全巧，而讲到最后的圆教开权显实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注意听，就是原教的藏，原教的通，原教的别，知道吗？没有所谓的藏通别的分别，且到最后原教的讲真实教，藏教也是圆，通教也是圆，别教也是圆，知道吗？把这三个权巧当即就是汇入原教的思想，就是藏通藏教的原教，通教的原教，别教的原教啊，最后的是原教。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藏通别通通变成原教的思想啊，翻回来。所以遂开三权莫非真实，这样听得懂吗？啊，听得懂啊。所以说以实容权，用这个实字啊，实教容于权教的思想，无权而不实，没有一个权教而不是实教的思想，就是在这个时间都没有啊，全教，就是当下就是实教，
是一切诸法无非是佛法啊，就是圆融了，是为一时融前也。十七页中间黑字底的，良由众生根性不一，自是如来巧说不同。这句话讲得太棒了。良由是因为众生的根性不一，众生的根气不一样，自是如来巧说不同，因此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不得已善巧方便的说法不同，所以这个除了佛有办法善巧方便以外啊，诸大菩萨要不然就是智慧辩才的人了、啊，否则要方便善巧度啊，很难，很难。我常常告诉我的徒弟说，你今天你要煮饭，这个还比较容易一点。你今天你要办任何事情很容易，你今天你要建道场也不会很难，最难的就是上台，最难的就是上台。你是上台，因为你应付的众生根基完全不一样啊，你要百问不倒，而且应机立断，当下就是你答案就是出自什么经典都要清清楚楚，这个非常难。你像我学煮饭快啊，我写主文，我在上空那边写主文，上空在上面上课，我底下在看那个素食谱啊，素食谱，我中午就下丢啊，对不对？到水里那个地方去买菜，菜单列出来，这个要炒什么，这个炒什么啊，就生笋丝，咸菜，这个倒瓜鸡过来写剁关镇，剁关倒瓜鸡不挂，不要像写剁关镇啊，倒皮倒乎，对不对？香菇加什么，通弄出来的就买了。那个煮那个素食，讲实在也没有人教我素食啊。素食谱一看就知道，油炸类的、素食类、青菜类的、沾酱油类的、炸类的，这太简单了 ，easy。这煮的素食不是很困难，如果要办酒席可能比较困难，对不对？那你要写奖金，那你开玩笑，不是早上看一看你下午就会的，这个要十年二十年的功夫啊。你什么在佛教界里面你什么都好写，你要写这维农，那你这半年的下给我维农啊，就做好两面木椅啊，写一下啊就可以，你的这点香啊拜访啊，这个都容易啊，就是这个弘法你就很难，你就没有办法。这个没有整个肚子里面都是经文或者是开大智慧，那你我看你怎么讲。这个不是称赞师父自己，不要误会，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实在是难，弘法这个是很难啊。有时候你讲的大家都不听啊，大家都不听，是不是？你讲了一句开玩笑的话，人家误会了，六杀你一股也可以给你六，你没有办法，你不能讲错一句话。所以说因为众生的根性不同，只是如来巧说不同啊。底下此总名五十八教，是由自五十华严、阿含、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法华涅槃因为是纯圆教的，所以不分开，法华跟涅槃会归同一时啊。八教就是化仪四教、化法四教。化仪四教顿见秘密不定，化法四教藏通别圆啊。如果你一个不要说法师，一个学佛的人不能把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五十八教弄清楚的话，那你这以后将来看经典了你就会很头大。所以我师父说，这个天台的思想关系到一切的宗派，关系到一切的宗派啊，多少的净土法门的经典都是用天台宗的思想去解释的啊。所以你这五十八教你弄不懂，你就麻烦大了。良由切实之叹呢、啊，就如来本怀只有佛乘呢 啊何由顿见？这个何就是啊，我们一个人部在一个壳啊，何部的何，何乐不为的何，何有顿见呢？啊，哪里有什么顿叫做见的呢？啊，有什么不定大小偏圆之别呢？意思就是说啊。
如来的本怀只有佛圣吗？那么哪里有什么顿渐不定大小偏圆啊？偏就是指偏空啊，偏空啊，圆就是说不落空有啊，偏圆是吧？若有若空，统统叫做偏。因为众生的根基不一样啊，不得已而施舍权巧，所以说加倍的根基啊，不外九戒啊，就是菩萨身为圆觉，是三圣啊，六凡就是六道，所以是众生。人生为根，比如说树木的根不改为性啊，不改为性，是我们一般凡夫来讲说江山易移啊，本性难改。为什么本性难改？因为我们无量劫来都是这样生活嘛。那个人如果很懒惰的话哈，一坐在那个所在吼，火星那个针，伊在频道去甲看，伊的就生生世世都是生长在非洲。啊，非洲我那个火星挂紧，一直满面挂，伊你挂伊就过来啊。所以修的都是不增不减，你甲挂一个来，你甲挂一个来，我干脆卖甲挂啊，那是金频段。啊，有的人他就是勤劳命，哎，这个孩子就是很善良，你拜托他什么，他就从来不拒绝。很尽苦难，他就生生世世是服务众生习惯的，服务众生习惯。你看我们这个很多的众生在你我生活在我们身旁，有的众生你个公鸡骨一挂名牌都背开蛋里，有的众生呢，你跟他讲七点集合，他是九点再来，根性不一样嘛，没有办法嘛，哎，不改为性啊，是江山易移，本性难改。那个本性不是我们讲清净本性，是宿世的习气。我们讲本性难改，是讲宿世的习气太难了，染污的太厉害了。你对佛教有宿世有善根的，你跟他讲几句佛法，他马上哇，他就像得到自己的生命一样的，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那个宿世没有善根的，你煮红豆汤绿豆汤给他，他也没有用，没有用。来，你来，你来，我来一米也不会天童和你讲。上你乌九白，就是无法度啦，无法度。那个小孩子，那个小孩子，有的那个小孩子，你知道吗？啊，这样短期出家，哦，嘿，那王爷那短期出家，他，你像那个美金的儿子，那小孩子啊，我们这里有三个美金呐、啊，那美金的儿子，那一直哭啊，跟我像我一直哭啊，他都有善根，那个九岁十岁，你不给他短期出家，他一直哭，哎，不像某某人的儿子。没来不？你敢没来？我的银幕啊，都硬压来，吼、哦，也是真。你滚几块差价这点啊，你无法度啊。这个宿世的善根啊，你不给他短期的，他在一直哭。那多么有善根的孩子，对不对？但是不是看目前的？有时候小孩子很有善根，大了都不行的，大了不行。有的小孩子很没有啊，根基的大了。他善根开发，这个时间不一样的，时间不一样的，啊，三圣的根性都是由宿世的习惯性，啊，性者有三根性的，有五七九啊之类的，啊，三也就三圣啊，小圣、中圣、大圣，是不是啊？啊，五啊，也就是叫人圣啊，天圣。啊，那么七，那么这个就是随便自己弄的了。你要看加什么呢？啊，就六道轮回啊，加一个仙道啊，变成七道轮回啊。九，那么就是出了佛法界，反正三五七九啊，这个反正通通是自己编的啦。啊，根基都不一样啊，实质不一啊。物极万殊，众生的根基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来应机之教也是千差万别，无非取引根源。取引根源，啊，起斗，这斗就是引了、啊，引导的意思，委屈啊，慢慢的引导这个根气的因缘，慢慢的引导，啊，是无非取斗根源，取斗就是委屈，暂时啊，把这个佛陀的本怀隐藏起来，慢慢的引导，慢慢的引导，慢慢的引导，哎，使他能够进入正确的这个观念。巧慧悟机，所以说巧说不同。如来有三，一个就叫毗卢遮那，就法身如来，法身如来，法身如来就是无相啊，
般若云：无所出来，亦无所去呀、啊！啊，就是本来不来，也本来不去。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这样，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这样。一切法不可得，我师父常常说的吧，一切法不可得。我现在对这个就很强烈的感受。当然，我不是像佛一样那么伟大，我现在就是好像一切都没有事，本来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也没有。但是我积极的度众生，虽度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可度。所以我现在的感受就是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啊涅槃的这种法喜呀、啊。再三强调，我不是正果的圣者，只是说我真正到感受到不生不灭的这个涅槃的法喜。我不会把我的心体强烈的分开来，我认为所有的众生都是生活在我的心中，我伤害任何一个众生就是伤害我的本体，我伤害任何一个众生就是伤害我自己，我绝对不容许自己去伤害任何一个人，不管他今生今世中视线的好坏是非善恶取之，我都认为自有因果定夺，如果伤害他就是伤害我自己。好、哦，为什么心中犹如虚空的话就能够感受那个涅槃的气息是什么？但是我必须重复的告诉你，我不是圣者，我只是一个凡夫。但是因为在这个经教上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有感受到那种很安详、很安详的。我以前很在意别人，啊，别人那不插我，我一定被插伊。哦，他不插我，我一定是插他。啊，为什么你不插我啊？啊，为什么你要回报我？哎呦，我很在意别人对我的观感跟看法，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不一样，而且你对我在看法不重要，我对我自己一定要对得起众生，要对得起别人，我不容许我一丝一毫去伤害任何一个众生，大慈大悲是我应该的任务啊。所以说就离体呀、啊、也说明这个如来。第二，卢瑟挪啊，就是说的报身啊，这个报身是指福跟慧，修无量无量的福，修无量无量的智慧，报身，所以他是啊非常清净的色身，维系的清净色身。我们这个色身叫做业报身，那么这个卢瑟挪佛就是清净的果报身，有修无量的福跟修无量的慧，他无量劫都不造业，不造恶业。转法轮经营第一名如，第一就是无所名相啊，就是不能讲任何东西。第一，你讲中道也是多余的，讲不偏空非偏有也是多余的啊，讲实相无相无不相也是多余的，讲无所住心也是多余的。第一，但是不能讲。第一，简单讲就是一切皆如，一切皆如。这句也是多余的，一切皆如。什么叫一切皆如呢？以虚空合一切相。哎，同学，如果你会听我的话，你就大彻大悟。与虚空合一切相，虚空就是你什么相现前都没有关系，它都包容得了你。如果你把心呢、啊、弄成一个虚空一样的，就合一切相。那个是别人再怎么样冲动是非的伤害你，不管他用什么方法，你都如如不动，你都棒操矣。不过这要功夫哦、啊、你看他怎么样呢？你把眼睛闭上来想想看他怎么样子呢？现在人家也不是傻瓜，你随便写一篇那个没有根据的报道回报人家，人家就相信你啊。那些东西给我问的，这现在的人就很聪明的呀、啊、哎，人家你讲人家怎么样，人家还会说哎呀你这个人有问题。现在的人很聪明，你看以前的这个电视报道说你对报章杂志的相信度有多少？他调查了100个人，结果只有8个人相信，8个人。现在人相信报章杂志的只有8%，啊，这个难怪呢，难怪啊！是第一名如正觉明来，啊，18页就智慧明如来，那、啊、是报身。第三个释迦牟尼应身如来，应化身，诚实论。那么这。讲这空的啊，讲空的啊，诚实，也就讲具色是讲有的，诚实是讲空的。诚如是道，乃诚正见。我们是诚什么道啊？我们是诚业道啊，诚业道。
我们是什么来的呀？水也来的，是不是啊？讲愿力来的，哎，那是比较好听啊。哎，那诸佛菩萨是愿力来的，我们是业力来的，完全不一样。它是称如实道，如就是不动，实就是毕竟空。他心如如不动而悟到毕竟空的真实道，唯法可得，名真实道，乃成正觉。就随应现名如来，应现那就是作用啊，要起作用啊。然三身一体啊，说即说无啊，说就是无说啊，无说就是说啊，无非为众生病而施药，施药是吧？哎，所以这个说就是无说，无说而说啊，无说就是提，说就是用，说即无说就是摄用归提，无说而说这一提其用啊。前两天有一个四十几岁的中年人来，他一直感觉很困惑。他说啊，请问师父，我说你什么问题啊？他有一个修禅宗的，他说他修禅的不必持戒律，那么他可以喝酒可以吃肉，师父你觉得怎么样？他这句话对不对啊？怎么有这样子的呢？他觉得很奇怪。我说这句话对。他说啊，这样对？我说对，功夫够没有关系，功夫够，那什么喝酒吃肉都是幻化的，功夫不够，因果难逃，就是这个道理。你这个功夫够不够？他讲这样没有错啊。他说，那他讲的，啊，他讲了，他说啊，这个不必看经典，啊，他修禅的就是一直参，保持这个观照的功夫。我说对，也对，没有错，功夫道。通通对，你怎么讲怎么对，功夫到你看经也对，你不看经也对，看经也不执着，不看经也不会执着，没错啊。哦，他就恍然大悟了。哦，我说这个是你自我困扰，如果他真正的是功夫到，你怎么讲怎么对的，言人说法无法不圆，言人听法无法不圆，原教根基的你怎么听怎么顺眼。诸位同学要学这个原教根基的人，你怎么听人家讲怎么顺，人家怎么样，这都是他的事情，你就是这样子。举言人说法无法不言，言人听法无法不言，对吧？他本来很困扰的，他一直认为这个对方有问题的。我说你才有问题，他功夫够嘛？他说那我看他功夫不到啊。我说你看他功夫不到那是你的看法咯，你怎么知道人家功夫不到呢？对不对？是不是啊？啊，那时候我后来了解念佛是吧？啊，念佛。那时候我修念佛，我们那是很好嘛，你认真念佛就对了嘛，你不要管别人嘛。哎，他现在就不烦恼了，而且他是耿耿于怀。所以我们一般的修行都是修错误的。你管他修禅的、修密宗、修密宗，你管他做什么？放下，稳住你自己。24个小时秘密关照你自己，回光返。什么叫做回光返照？你每天都在讲的回光返照，就是反看自己的过失啊。秘密关照自己，成佛做出是你自己，落入因果错也是你自己，谁都不能取代你。不要跟同参道友、跟世俗人敌对，不要跟我们看法不同的，我们内心知道就好。我们一样对人家大慈大悲，释迦牟尼佛也没有说你的看法跟我不一样，我马上赶你走，也没有这样。那这样怎么度外道的呢？对不对？你先生看法跟你不一样，你一下就骂他怎么样？那他你就没有机会度他，你要忍耐，要忍耐呀，对不对呀？释迦牟尼佛提婆达多一直要当他死，释迦牟尼佛讲我要度你，这提婆达多这。弄那个石头要把它压实，他还是这样子，我要渡你。
后来提婆达多在这个《法华经》里面讲了，提婆达多下地狱以后啊，在三禅天享乐，因为提婆达多是菩萨示现的，提婆达多前世五百世已经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了，他到这个三禅天去，他下地狱如同在三禅天那么清凉，三禅天就是娑婆世界的极乐世界，最清凉的地方，坐在那个地方，啊，释迦牟尼佛就派阿难去啊。啊，阿难到这个地狱去看他，说提婆达多啊，你觉得怎么样啊？哎，就是哎，蛮好的呀，蛮好的呀。是哦，我们看着境界，哦，这提婆达多怎么这么可恶啊？啊，要害死佛，是吧？害死佛，是不是啊？哎，佛没有这样子的，佛没有说哪一个是敌人，佛也没有说哪一个是世上的恶劣到不可救的，在佛的心中，通通是好的。你看。要完成佛道，要把这个世间看成完全都是圆满的，多多宽恕众生嘛。我们为了不要为了芝麻小事情，那不宽恕众生，不需要这样子困扰自己吗？好，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多少人要供养佛，多少人来亲近佛，多少人赞叹佛，佛一样如如不动，在佛的心胸，赞叹跟回报通通平等。通通平等，赞叹自性也空，回谤自性也空。有一次啊，释迦牟尼佛在奇岩经社说法的时候啊，有个外道的杀死一个人，把那个尸体啊拿来埋在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奇岩经社的旁边啊。后来这个外道很高兴，那、啊、这个消息传的很广啊，所以啊是释迦牟尼佛那个啊这个里面啊杀死一个人啊怎么样？外道故意的，这个消息传的这个整个村庄，那个村庄啊就传这个消息就传到比丘，传到佛，啊佛说哎没有关系。一个礼拜以后啊，这个消息就自然会平息啊！一个礼拜以后，这外道互相争这个功劳啊，说是怎么样，他的回谤佛、回谤的道啦，哎，这是谁的功劳？互相争这功劳，哎，出破啊！啊，答案就出来了啊！释迦牟尼佛就说，他无量劫以前呢，就是因为这样回谤人家，所以七天以后自然平息。哎，所以这个懂得有这个术士的哈，我常。告诉这个徒弟哈，如果一个人懂得这个术士的因果的人是最有福报的人，为什么？因为你碰到这个业报你就很清楚嘛。他拿刀子来，释迦牟尼佛啊，这个不忧惧，他不会恐惧啊。徒弟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恐惧？因为他无量劫呢，嘛是也都去讲哈啊，不敢抬啊啊，所以因为我不敢抬，所以袂敢抬啊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袂惊。伊敢那讲哈呢？哦，讲哈啊，即卖人也都要来讲哈啊，释迦牟尼佛伊就足安静诶啊，是啊，人家拿刀子来啊，是啊，所以因为懂得术士因缘的人，清清楚楚。他也不会恐惧什么嘛，他该被杀死，他就也知道这一刀逃不掉嘛。所以了解因缘果报的人，碰到逆境的，我们要欢喜，我们要接受啊，我们要冷静，我们冷静，不要爆发自己的无知，重复的落入这个生死的关卡里面啊，甘愿做一个愚痴的众生啊。唯一的最重要的就是耳朵要放清净。你讲什么我都不听，我依法，啊、这什么都解决了，什么都解决了，哎，好，第十八页，且曰一旦略看古时，依华严时，正说原教。兼说别教，曰化以明顿。那么就释迦牟尼佛五十年的说法来判断的话，分为五个时，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先谈第一个，叫做华严时。这华严呢、啊，是从经体立名的，
正说圆教，因为华严呢、啊，就是华严经嘛，是针对根气很利的人，针对根气很利的人来说的，所以这个华严纯是菩萨法，纯是菩萨法，完全菩萨法，包括那些阿罗汉完全听不懂。正说圆教就是针对圆教的根基的说法的，兼说别教，兼说就附带的啊，附带的还说了一些大圣法别教的根基的，就话仪来讲是顿，就是对顿根基讲的。看小字的啊，孔子50年为一代，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50年，其实是49年呢、啊，方便讲50年呢、啊。经过了300多次的弘法，所说有无量啊。如果不就时间来判教，那么顿根基的、见根基的不变，就分辨不清楚，起尽不彰啊。起是从何而起，从什么时候起来，进到哪个地方为止，就不彰，就无法彰显。所以是以约束一代判为50啊，约束一代大致上来说，释迦牟尼佛这50年来判为50，分辨为5个时候。所以说且耶一代略判啊，列为分判50，就华严等。一华严史，从经体历史具足，应该说大方广佛华严经具足三法立体，三法就是人法欲，具足人法欲，大方广这个是法，佛这个是果人，就是正果的圣人，就是果人。华严呢是比喻啊，像花啊，花是因呢，言是果，要比喻言以万恨之因花，庄严以果德，无佛如来啊，出成正觉，在极灭的道场，在极灭的道场，就所谓的啊，这个菩提树下，是不是啊？这极灭，因为你有心中实有菩提呀、啊，东南西北就处处好。你心中要有一点觉悟菩提意呀、啊，就是空性的思想，那么东南西北通通是好道场，在极灭的道场。41位法身大士，是指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啊。41位法身大士，以及术士根俗的天龙八部，一时围绕如云笼叶呀、啊，笼叶就是拱叶了啊。尔时如来现如是呢佛身，说圆满修多罗，修多罗就是经，就是观色常法。这个我们以前常常说了，修多罗啊，就是经，中国人讲经啊。啊，印度讲修多罗，就是圆满的经教。50只手，一化之时，就是一归一，就根基或者就教，难免呢啊，附带有一些方便法、浅巧方便法。所以说正说啊圆教，兼说别教，意思就是这华严史佛刚出尘道的是专。对，正说就是专门对圆教根基的，那么附带的
兼说就是还附带了一些别教的根基。初发心时变成正觉等闻，当初发心的时候就成正觉，则为言基说原教，言根基说这个原教，处处说行不次第呀、啊，处处说行不次第啊，行不次第就是所谓的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啊，则为别机说别教啊，意思就是啊啊这个啊这个别机啊说这个别教，实位居出啊，当时候啊刚好是如若生疏熟疏嘛，我们说五味嘛，五味那刚好是第一个，就是如牛母牛啊啊从身上挤出来的牛乳啊，新鲜的牛乳啊，我们喜欢吃牛奶的话，那就养一头母牛，哎，而且不必挤啊，你吹的撑起几接数的啊，不过没有经过高温的杀菌呢、啊，据说会传染病是吧？啊，经过高温的杀菌啊，不过啊，有一次人家卖那个刚挤下来的，啊，有过滤的给我喝，哦，就照着就照着，哎，奶粉泡一泡还敢喝呢？哦，那个真的从牛乳挤下来的那个，哦，没有办法，那味道太浓了。那说十味就是五味当中啊居出，那些所谓的化疑明顿啊，就顿见秘密来讲，因为化疑是顿见秘密不定嘛，就化疑四教来讲是明顿啊，又从不得明明顿就叫明兼，就是兼别教啊，所以说如日出啊先照高山，太阳光一起来的话啊，他已经先照到高山，把笔拿起来，高山比喻上根立志的众生，意思就先度，先照高山就是先度那一些根气最利的众生，明第一时啊，啊讲华严经当然就是那些菩萨的根气的，释迦牟尼佛出神道以后坐在菩提树下，外表上看他是一个比丘啊，啊，但是啊，啊，这龙天天龙八部啊，啊，都知道他以神通力上身呢、啊，一直说法，啊，这个饕餮天呐、啊、夜摩天呐、啊、等等一层一层上去说法，这《华严经》都讲得很清楚。明第一时，《涅盘经》云：譬如从牛出乳，就直接。这个牛就比喻佛，佛出如就是说讲佛最直接了当的心法就是如，从牛出如就是讲佛最究竟根本的指法，没有啊一些弯曲的小圣法，完全讲诸佛菩萨的心地法，结果啊这个太深了，那这从牛出如，牛就表示佛出如就是直接从佛而出。从牛出乳这个比喻就是这个意思，此从佛出十二不清名第一位，这个是根据佛啊讲出了十二不清名第一位，此句信解品，把笔拿起来，信解品是法华经的第四品，法华经的第四品是信解品，也就是浅旁人，把笔拿起来，旁人就是小根器因缘不成熟者，叫做旁人，就是浅这个旁人，哎，小根器因缘不成熟的啊，脊椎僵环呢，穷直惊愕，什么叫脊椎僵环呢？啊，就是说啊，一个孩子啊，他本来就是国王的儿子嘛，结果沦落了街头。那么这个大富的长者啊，大富的长者啊，
就是把他要把他追回来，说哎呀，你的父亲那么富贵呀、啊，你的父亲那么富贵，那么有地位啊，你为什么逃啊？啊逃啊！啊就说你可以继承你父亲的家产呢、啊。结果他的很自卑，拼命的逃，拼命的逃。啊，所以说遣旁人，那这个是急追将还，就把他追，把他劝他回来。哎，意思就是众生呢、啊，一直逃离佛，逃离佛。众生就是有佛性，当下承担，说穷子惊愕，穷子就是说表示游离他乡的，人说啊，我的父亲这么有地位吗？这么有金钱吗？那我可以回来继承吗？哎，就是回来继承父亲的这个位置，还有这个富贵啊、这个金银财宝，意思穷子就表示众生，这个众生呢、啊。慢慢的修行，修行到一个正直了，哎，他知道他自性就是佛，啊，他很惊讶，很惊讶，很惊讶，啊，你的口袋里面就有财富，就有珍珠，就有摩尼宝珠，哎，就是我们的心中就是佛，你要直下承担，你具足一切富有，所以，我告诉众生，世界上谁最富有？就是学佛的人最富有。为什么最富有？因为他彻彻底底的了解人生跟宇宙的道理，他不会以这些沉淀无谓的枝枝叶叶的这些生活烦烦恼恼。那除这个人也不行，除那个也不行。真正一个大修行人，即将生死挂心头，哪有时间论是非呀、啊？他最急的就是把生死啊挂在心上，但是不会像众生啊枝枝叶叶的了，是吧？啊，这哪有时间论这个是非呢？哎，所以说穷子惊愕，表示直下承担就是佛。那么邪佛的人最富有，因为我们心中拥有了一颗慈悲的心，智慧的心，安详的心，这一颗心就比你抵得过钻石啊，宝贝啊，这些不能让你的烦恼解决的。如果那些金银财宝可以让你的烦恼解决的话，那为什么带那个十克拉的啊，带那个两只手啊，那挂满的啊，这个钻石啊，钻石，还有挂这个耳环的，有的人很大的。很大，那么大的，啊，那很大的，挂了，整个，还有，哎，那个，用那个 diamond 钻石做的衣服，如果穿那个，或者拥有几千亿的人，就可以解决烦恼。但为什么活得那么痛苦啊？为什么搞到后来要自杀、啊？我们身上没有穿那个，也没有挂这个，什么都没有啊。几输几千块啊？他在讲六百，人讲伤俗啊。起码讲爱讲几千啊，几千啊，个几千的几千嘛、啊，几千啊。我们身上就是这一束啊，一千块啊，什么也没有啊，啊，烦恼什么我不晓得啊。所以说，最富有的人就是最有智慧的人，最有智慧的人就是最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哎，不是刚刚结婚，哎，老婆就依偎在老公的身旁，哎。今天我觉得非常的幸福，明天呢？还有明天呢？还明年呢？你就永远躺在他有毛的胸部吗？你很性格，那美国人胸部有毛，哎，这个他就喜欢这样子，啊，那可怜可怜可怜，哎，他就喜欢啊，这我很幸福，很幸福，哼，哎，下个月就不晓得怎么样了。共他找我咯，喂喂喂，那就是不一样了，就这样。所以学佛啊，常常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人，是吧？啊，众生的灵敏。好了，所以大家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最幸运的人，最富有的人，真的。再来二阿含时。阿含，那是以阿含经为主，那就是小圣法了。
但是说三藏教，三藏教是经律论，小圣的经律论，比丘比丘尼戒是小圣戒，菩萨戒是大圣戒啊。所以但说三藏教经律论教，就化仪明见出，就化仪来讲那是见出。好，诸位翻过二十八页，二十八页上面的化仪四教，见出、见中、见后、见出的底下一横下来，阿含，对不对？阿含，呀，所以是阿含。这个时候，因为讲顿根的华严经啊，的人很多人如聋如哑，那些阿罗汉呢，如聋如哑，完全听不懂，所以啊。就是委屈委屈啊！释迦牟尼佛啊，为了啊这个度这个小根器的，所以转成了四谛法。所以啊，三转四谛法门在鹿野苑，三转四谛法就是这样子。阿含，阿含经，因为讲华严听不懂了，没有办法了。好了，翻回来就化仪明见出嘛，刚刚讲的嘛哈，见出啊，见出见中见后。上来一类的大机啊，就是华严经呢，是讲的华严史啊，虽蒙大义，就是受了很大的利益啊，善有小根器的众生呢、啊、如聋若哑啊，就像这个聋子，就像这个哑巴啊，要问都不晓得要问哪里。释迦牟尼佛有没有问题？不懂啊，没办法。法藏世界，华严经讲的是法藏世界的。师父那一天形容，这法藏世界到底有多大？他一个地球都看不清楚了，那个阿罗汉这三界内都看不清楚了，哪能看到他方世界去了？你到泰国去的时候，你讲释迦牟尼佛是阿罗汉，大家都跪着拜啊。你讲菩萨啊，你讲送到观世音菩萨，他说你怎么送我女孩子的相片？他还觉得很奇怪呢。他根本没有他方世界的观念呢、啊，所以他问什么如聋若哑，小根基的阿罗汉的没有办法，完全听不懂，也完全不能问，不见不闻呢、啊？啊，不是不见不闻，是说完全看不到华藏世界的东西，是太远的世界嘛，太大太广了，那不是啊这些小根基的阿罗汉有办法的。不闻不闻，不是不听，是听不懂，有听啊没有懂，不晓得佛在讲什么。哦，怎么那么深呢、啊？由是释迦牟尼佛隐色恼身，就是隐这个法身，现老比丘相啊。为什么先现老比丘相呢？啊，因为修行啊，刚刚成道啊，啊，然后就慢慢这说法就慢慢老化了。释迦牟尼佛有老化吗？不是，因为众生的福慢慢的减，众生的意识形态慢慢的变。佛必须示现无常法才叫做真理吗？是不是啊？释迦牟尼佛自己讲无常，他不入涅盘那怎么行呢？啊，才符合无常法吗？你就说释迦牟尼佛不实，那某些众生就啊，释迦牟尼佛不实嘛，迟早我都要修行，对吧？对不对啊？他就不修行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涅盘经讲，有某些众生需要佛示现涅盘，他才会证阿罗汉果的，他才会积极的要修行嘛，积极的修行嘛。油画鹿野苑呢，是为脱身凿壁啊，脱掉卢舍那佛身，然后凿壁去示现呢 这个烈印身。那这个折不是凿啊，那个字打错了，凿的穿的比较普普通通的。卢舍那那么是庄严清净身嘛，那么这个印度的一个老比丘释迦摩尼啊，看起来就不怎么样啊，是吧？勤顿失见，勤就是习，暂时停止，暂时停止这个顿教的失见啊，先布施一些四谛的十二因缘呐、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呐、八圣道分呐、四念处和四正勤呐、慢慢的来。言阿含史，也是从经题历史。啊，为什么呢？因为啊，小圣嘛，经题阿含就是小圣嘛，那是单法立体。如果说鹿野苑，就是鹿苑呢，简称鹿苑呢，
重处历史啊，入宴时就是重处，就在入宴讲四谛法。阿含是重法立体，翻译阿含中国话叫做无比法，圣人智慧善于分别法义，无所比邻，没有办法来比喻，没有办法跟他比的，我不敢望其项背啊，无所比邻。阿含有事啊，出在鹿野宴，先为五人说四谛啊。其实以前呢、啊，在释迦牟尼佛当太子的时候，在他旁边呢、啊，啊，这五人，五比丘了说四谛，十二因缘，还有四六度，四六度的意思就是说还没有讲到无声。啊，这叫你要精进啊，忍辱啊，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般若，叫做四六度。四六度就是说要精进修行，那么理六度呢？啊，就是用无声观照，当体即空，啊，这理六度。所以名三藏教，是部中所用之教。所以，因为阿含不通别等教，就是。通教别教都是大圣吗？所以阿含并没有通教跟别教的思想啊，但是但说小圣教，所以不通别通教跟别教，通教别教就是大圣法啦，故名但，但就是纯只讲小圣，纯小圣的思想，顿后见时啊，那么这个根基厉害。释迦牟尼佛先度了，哎，慢慢的就见教啊，啊，某些小根器没办法就见教啊，所以故就化以明见出，刚已经讲过了，见出、见中、见后，就华严三照，华严三照，啊，赤照幽谷，把笔拿起来，幽谷比喻啊，小根器的众生。因为啊啊这个先造高山，高山的话呢，这当然就是这个根气力对吗？那幽谷这根气比较差一点的，乃明第二识，专对小圣的，华严有三造了啊，那就华严三造，那是第二。就未来讲的话，阿含经是从儒出落，为什么儒是表示是释迦牟尼佛讲出来的大法是华严思想，结果、啊、太深了，没有办法出落，是从儒提炼成落，其实转大根基的话变成小根基的，哎，这个四谛法是从十二部经，就讲了三藏十二部经典啊里面的九部修多罗，九部修多罗，这个我们在十四讲表里面也讲十二部啊，长行、重诵、什么并受记等等，这十二部啊，十二部修多罗啊里面的九部，意思就是说，十二部经典里面九部是小圣的。那么小圣这九部里面就是缺少了受记，因为小圣呢、啊、没有受记成佛了啊，这里面没有受记成佛，要到法华经的时候才受记成佛。第二，没有大方广啊，他不讲这个大圣法。第三，没有无问自说啊，因为大圣法像这个净土法门有无问自说嘛，所以啊这个受记、大方广、无问自说，这个在小圣里面通通没有，所以十二减掉这三个受记部、大方广、无问自说，那么是剩下的就是只有这九部修多罗，是第二落位，落位啊。据信结品，就是《法华经》第四品，以方便密遣二人啊，所谓的小根器、中根的人啊，也会留下这个大根器的人。二十页。三方等时，方等顾名思义就是片十方平等法，那就是大圣法。方等在旁边写个挂钩，
大圣的别名。以后你看到方等经就是讲大圣，方等就是大圣的别名。对三藏教就是小圣教，半字把笔拿起来，三藏教就是小圣，半字就是小圣，不圆满了，一半并不圆满了啊。所讲的都是生灭无常法，叫你要观无常法。所以方等时是对三藏教半字生灭法来说的啊，那么它是半字。那么方等呢，那么就不一样了，说通别圆教满字，满字就是大圣教，圆满法嘛，就是满嘛啊，不生不灭门，就化一名见宗。见宗见初就是小根器的，见宗就是根器慢慢的转成大圣的根器了，就方等。第三啊，方等时是从法立时，教义言广说是教，哎，广说是教，那么均披众机呀，啊，这藏通别圆，广说是教，啊，藏教、通教、别教、圆教，均加倍的适合这些众生的根器。说经既多，处也不一，说的经典很多，那么处所也不一定，所以是就法来立时。知就是啊，为了这一类的小根器的众生，一闻阿含呐、隔凡成圣呐、隔除这个凡夫，隔就是改，改掉这个凡夫啊，变成这个圣人。因此啊，执真宝果，执着这个真实的啊宝果，意思就是说。啊，保有这个四果了，执真，真就是空，执着这个真空宝果，那么就是拥有这个四果，取证入灭啊，认为这个就最究竟了啊，就入涅槃的啊，不是佛的本怀啊，他不来度众生了，他就进入方便有余土了，他就不来度众生了啊，不是佛的本怀，宜须弹斥啊。需要啊呵斥，不可以的，欲令同小而向大，应该发发心啊，来度众生啊，怎么可以自己入涅槃呢？是以半字满字的比喻，这是出自大般涅槃经。世间引大经云啊，世间呢、啊、是一个人名呢、啊、是吧，比如长者唯有一子啊，有长者有个儿子心肠爱念啊，很希望他啊成长大成人啊，因为爱念他嘛，是将一名师来拜访这个名师，去不速成，那恐怕他不能很快成就，寻遍江环，很快啊就叫他回来了，因为爱念，所以啊叫他昼夜呀、啊。啊，殷勤，结果啊，但教半字，只教一半，不教回，脾气罗润。为什么不教脾气罗润呢？脾气罗，脾气罗就是大圣，啊，而不教他大圣法。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儿子、啊、不堪，力未堪，没有那个能力、啊。脾气罗润翻字本，啊，叫做世间的文字之根本。就是满字，提起罗论啊，翻译叫做啊满。如果比喻的话，半字是九部啊，提起罗论是方等，就是满字啊。根据方等以大次小，大家要发菩提心呢、啊。大圣小圣就差什么？差个菩提心，菩提心啊。所以眼门三教之满，眼门就是大圣门。以大圣三教之满而对三藏之半，所以啊，半是指不究竟，不究竟。小圣啊，所以例如比方小学、大学，三藏教正化二圣，是针对啊声闻根缘觉
盘化菩萨，有的根基比较利的啊，附带的普度这些根基比较利的啊菩萨，多多和和，多多和和的心，像小孩子一样啊，嘟嘟嘟嘟嘟，啊嘟嘟嘟嘟，啊就是表示说啊诱骗的意思的，多多和和就是说多多是一种声音，和和啊小孩子哎哭泣了啊就啊嘟嘟嘟嘟啊就是那个叫他不要哭的意思了啊，小孩子嘛不懂嘛，见幼初学，所以啊就半字啊，通教正化菩萨，旁化二圣。哎，通教啊，最重要是要化菩萨，转小成大嘛，回向大法，附带的旁化就是附带的，哎，附带的声闻跟缘觉，名为大乘门，别教独菩萨法，只讲菩萨法，不牵扯小圣法，而原教纯明佛法，就是佛的心，佛陀的本怀，比如满字，持略判，这是简单的判别。细而论之，如果详细来论断，藏通全真。藏教通教是讲空，名为半智；别教原教是讲中道，名为满智。又藏不能通智别圆，讲小圣的并没有啊，通到别教跟原教，故但是半智。通教能通别圆，是半字里面还有满字，通小圣跟大圣吗？通教就是桥梁吗？啊，所以啊，有半字跟满字吗？别教需用藏通的方便，是满而代半；别教是借必须借着前面的啊藏教跟通教的方便而进入这个别教，所以是满而代半。啊，是大圣而附带有小圣思想。啊，代办为原教始终，以佛的知见啊，开示悟入而为修行，是满智法门呢、啊。又生灭门跟不生灭门，三藏就是小圣教，全就是解释，都是说明生灭四谛法，苦集灭道，是吧？所以三藏全生灭四谛，三藏教。只解释生灭四谛法，由之正道，故名为生灭门。通教解释无生四谛，当体即空，由之正道，故名为不生灭。这是一项这样子简单的来判断，所以一网略判，一网就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简单的来判断。如果细而论之呢，详细的来说明呢，三藏是界内的生灭。界内就是三界内，三界内的生灭法是藏，通教是三界内的不生灭，所以界内分成生灭跟不生灭，就是藏通。别教跟原教是界外的生灭跟不生灭，别教是界外生灭门，生灭门的旁边用个挂号，只维系的法执的生灭，非三界的出货，指界外的法维系的法执，非指界内的出系之货啊，出货。所以这个界外的生灭是指维系的法执。就毕竟来讲，只有原教才是界外的不生灭门，那就成佛了。所以啊，分界内的生灭不生灭，界外的生灭不生灭。用通教就界内来论，就啊，用通教就界内来论，虽然不生灭，但是就界外来讲，它还是生灭。为什么程度不一样啊？程度不一样啊。就小学一年级来讲，小学六年级就题目就不觉得困难，小学六年级的题目觉得很困难，就国三来讲，这题目就简单。国三的也许讲很难，就高中来看就很简单，高中很难，就大学来讲那就很简单，所以这个角度不一样。所以界内来论有生灭，是吧？跟不生灭，界外也有生灭跟不生灭，差别是在
细货跟粗货。三界内是粗的，粗的见货是货；三界外呢是细的法执。所以在界内来讲是不生灭，但是界外来讲还是属于生灭。以其但能体分段空，体会这个分段空，分段就是三界内的生死啊，不能体变异，就是三界外的生死的空也是空。所以别教就界外论，藏通别就别就界外来论。那虽然说生灭不生灭，就界内来讲也是不生灭。所以说界外讲生灭，就界内来讲已经是不生灭了啊。就这个A 班来讲的话啊，很烂的，烂的已经啊超过那个牛头马面般的最好的，哎，就是这个意思。以其所以不体会变异空，也能体会的这个分段空，哎，所以这个比喻就是很好的了。界内界外啊，就是用好班或坏班呢来比喻的，一下就清清楚楚的。言界内界外者，三界之内见思为因，所感的分段生死为果，藏通二教，藏教跟通教二教正治此病，名界内教。而三界之外是方便有依图跟十报庄严图。为什么没有长期光净土呢？因为长期光净土是没有，什么都没有。长期光净土是遍布在凡圣方便十报，当体就近佛果，就不能分方便凡圣方便十报。所以什么叫做长期光净土？就是无所不在了。所以啊，长期光净土不能讲一个土啊，它是无所不在的，但是方便讲有长期光净土。所以说阿罗汉啊，在人家问说师父啊，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阿罗汉死了以后到哪里，就在这个三界外的方便有余土。阿罗汉死了以后死到哪里去？死到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知道吧？恶土无名为因，所感的变异生死为果，所感的变异生死为果。别教跟原二教正治此病，名界外教，对半字来说明满字。所以诸大圣经典是谈篇次小，谈篇次小啊，谈这个偏空涅槃，这个偏就是偏空，就是小圣的呢啊，次小小圣，偏跟小都是小圣的哦。偏就是偏空或者是偏有，通通是不好的。次小叹大薄言啊，赞叹大圣的奖励圆满，圆教的薄就是奖励啊，褒奖，对吧？所以说对半明满，对半字来说明满字，然细而论之，或者是以通别圆对破三藏啊，或者以通教别教圆教来对破三藏教的这个小圣教，如维摩经五百子品是也。或者是以别跟圆来对破藏跟通，比如说佛以弥勒论说熟地，诸大弟子未说真谛，所以角度不同嘛，真熟都不了解。或者是以圆来对破藏通别三教，比如说大佛顶所楞严经，何至不知常住真心啊，性净明体，用诸妄想，不知二种根本，错乱修习，别成三圣的魔外。以上啊，都是用对立的，有的时候啊一对三，有时候二对二啊，是吧？有时候啊藏教对通别圆来谈，有时候藏通跟别圆二比二，有时候圆教就对藏通别来讲，所以都不太相同。那不，如果不这样判断的话，那也不行。如果就实来讲，以平地一照开为三十，平地一照开为三十啊，先照高山啊，再来照深谷啊，再来照平地，平地开为三十，三十中一个是实，名第三十。就位来讲，就如若生疏熟疏醍醐，它是生疏。就位来讲，是从若再提炼变成生疏啊，从九部变成了大圣经典，名第三位。九部就是小圣啊，
九部，从此从九部就是小乘经典出变成大乘经典，名第三位，是根据性阶品过世以后心相体性等平等啊，心相体性等啊，初在阿含，改凡成圣，不知更有疑法，所以现在闻方等教才知道有大圣，故名为见宗，见宗啊。二十二页，我们上一个礼拜啊讲到啊第三十，就是方等，那么我们今天啊从第四般若时啊，是般若时待通别二种权离，正说原教实离，曰化疑明见后。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分个五十，那么第四个是般若时，般若时代通教别教两种的权理，就是般若时还方便的兼说通教的思想别教的思想，而正说原教的实理，他面对的根器在般若时是原教的实理，上根立志的人就化疑啊，就是就顿见秘密不定来说，那是见后。因为这个见呢、啊、分三个阶段，见初、见中、见后。就般若的思想来讲，见后也就是大乘思想的啊终极最后的一个大乘思想。大乘思想刚刚开始啊，啊，慢慢慢慢的成熟，讲大乘的思想，到最后的阶段是讲般若，比如说我们讲的金刚般若波罗啦，摩诃般若啦，放光般若啦，还是什么什么这个道行般若啊，光湛般若啊，圣天王般若，这个都是般若的思想，啊。上经方等谈次，上面经过了大乘法的啊谈次，就是因为小乘的思想啊慢慢慢慢的啊回小向大了，那么如果还留着小乘的思想，佛啊就呵斥不应该发这个小心，应该发大心，虽然只有大圣啊而不肯回小向大，回这个小圣向这个大圣，法华名为有处门外啊，法华是终极的这个最圆融的无上的绝对的，所以说啊这个开会的楞严成佛的法华，你要开大智慧一定要研究楞严经，那么要成佛一定要研究华严经、法华经，法华经就是承认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就成佛的法华，也就是你要成佛一定要了解法华经的思想，所以啊法华是最究竟之道理，因此啊就这些来讲啊，前面的来讲都只是门外植树草庵啊，也停留在这个草庵，就是破旧的房子，就是不富贵不富丽堂皇，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本性啊拥有无量的智慧，
这是真正的究竟解脱的涅槃，比喻作非常富丽堂皇的房子，而你修行修到一半而停止，那么还不了解法华圆融的思想，就如同啊住在破旧的草庵一样。此因旧址难亡，正是因为术士的修习执这个小圣法或者一些大圣法，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圆教法，所以般若的离水融通而淘汰之啊。般若的离水，般若是讲毕竟空，用这个毕竟空就是禅宗所讲的无一物啊，一切法不可得，究竟即灭。那么这个就是般若的思想，用这个般若的思想这个道理啊，融通而淘汰之。所以有第四般若时，这也是从经体来立名的。比如说摩诃般若，摩诃般若就是大般若经，摩诃般若就是我们所谓的600卷的大般若经。那么你打开大藏经的第一部就是大般若，有600卷，很大的一部。那么600卷的精华就是我们今天所念的心经。那么抽起大般若经的一些名相来解释的叫做大智度论，大智度论有100卷，把龙树菩萨造的。所以摩诃般若、道行般若、光湛般若、圣天王般若、金刚般若，大家都晓得金刚经啊，金刚般若就是我们劝发菩提新闻讲完就是要讲金刚经。翻译般若，中国话翻译成智慧。那么智慧轻薄，般若尊重，就是说翻译成智慧来讲的话，这个轻薄就是不合般若的原意啊，有小看般若的含义。轻薄就是对这个单单这个般若翻译成智慧，那么会跟这个世俗的世间的聪明混淆在一起，这个对般若并不尊重。所以保有般若两个字啊，含有多种的这个道理。如果说只有翻译成智慧，那么会把般若两个字的这个真正的原意小看轻薄不尊重。